你受伤了，怎么办？你醒醒，你醒醒呀！怎么办？这周围只有芦苇，也没有药草呀。哎，这么冰，怎么办？你醒了。你干什么？你受伤了，我来帮你的。有毒啊！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纳生，我是从中州来的。纳生，请你帮我一个忙。请你帮我把这个项链交给桃源君如意毒坊的如意，告诉他我没有完成任务，战死。哎，不是，你还没死呢，你别急，我从中州带了点药草，应该还有救。不要再忙活了，一会儿肯定有追兵，我不想连累你。不是，你等一下。对，还有血英子，这么珍贵的血英子一定可以救你命的。要去哪儿？救你的命。长得真好看，要不是看你好看，我才不浪费雪英子呢。哎，你醒了。雪英子真的可以救命啊，那个人没有骗我。你用雪英子救了我？对啊，没想到吧，我还有雪英子。哎，那些人抢走瑶草的时候居然没有发现你啊，难道你真的有灵性自己藏了起来？纳生，你从中州来可能不知道，雪英子是云皇的珍宝，价值连城。我知道，有人告诉过我。那你还用它来救一个陌生人？我很难再找一个雪英子还给你。哎呀，没关系，你比雪英子更值钱。是吗？我是说，你不还雪英子，把你自己还给我也是可以的。你怎么了？我们鲛人不做任何人的奴隶。不不不，你误会了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不是让你做我的奴隶，是做我的……哎，等等，你刚才说鲛人？天哪，我以为那是个传说。哎，传说中啊，有种鱼，不不不，有种人，有种人，不是，有种鱼，不不不，有种人，会唱歌，会织布，掉下来的眼泪是珍珠。但是你看上去吧，除了比我好看那么一点点，也没什么别的不同啊。这是腮吗？好玩，真好玩！你别乱动，你别乱动。那个，我不摸了，我不摸了。我虽然用雪英子帮你止住了血，但你的伤口还未愈合呢。要是伤口又裂开了，这几根须须又不够用了。纳生姑娘，谢谢你。你要是想哭就哭出来吧，哭出来就没有那么痛了。嗯，你一定是想让我哭出眼泪来，你想要珍珠。啊，这都被你发现了。
有血迹，全先祖全是银溪，定是顺河而下来到了这里。所有人听令，从这里开始，顺着河流一直往下搜，一直到桃云郡郡县。 给老子一次都不放过！是。应该有危险，我已经耽搁了太久，必须要马上赶回桃源郡。南山姑娘，我们就此别过，救明真，来日必还。不用别过，说来怕你不信，我也是要去桃源郡的。可是和我在一起会遇到很多危险。哼，我看你就是嘴上说会报恩，那余荒这么大，我们到时候分开，你怎么找我报恩啊？没诚意啊。好吧。